然后一个状元及第粥加一个皮蛋，一个烧肉，然后拼盘是三拼，没有叉烧了。哦，没有叉烧。啊，还是你把烧肉换出，还是双拼，然后加一个烧肉。对，我一个双拼就好了。双拼鸭。鸭跟鸡是鸡鸡腿对吗？鸭腿鸡腿，然后烧肉一份。对。对啊。